太上感应篇，太上道祖救结真经，太上清净经，原文道德经，原文玄天上帝金科玉律真经，武当山玄天上帝垂训文，玄天上帝开示录真武经祖师绝世报应篇，紫云真人劝世文，观音十劝王氏女真经，太上感应篇六千三百零一。太上感应篇，太上曰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，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，依人所犯心重，以夺人算，算减则平好，算福禄寿，多逢忧患，人皆恶之，行祸随之，吉庆避之，恶心灾之，算尽则死。又有三台北斗神君，在人头上，路人罪恶，夺人计算，计十二年，算百日。又有三尸神，在人身中，每到更生日，折上一天槽，失精气神，言人罪过，月会之日，造神亦然。凡人有过，大则夺计，小则夺算，其过大小有数百事，欲求长生者，先须避之。是道则进，非道则退，不履邪径，不欺暗室，积德累功，慈心于物，忠孝有替，正己化人，金孤续寡，敬老怀幼，昆虫草木，犹不可伤，以悯人之凶，乐人之善，济人之急，救人之危，见人之德，如己之德，见人之失，如己之失，不张人短，不炫己长，恶恶扬善，推多取少，炫同炫，受辱不怨，受宠若惊，施恩不求报，与人不追悔，所谓善人，人皆敬之，天道佑之，福禄随之，罪邪远之，神灵畏之，所作必成，神仙可祭，欲求天仙者，当立一千三百善，欲求得仙者，当立三百善，加计祸，非义而动，背理而行，以恶未能，忍作残害，因贼良善，暗侮君亲，慢其先身，叛其所事，狂诛无实，谤诸同学，虚诬诈伪，攻讦宗亲，刚强不仁，狠戾自用，是非不当，向背乖疑，狠痛狠，虐下取功，铲上息止，世恩不改，念怨不休，轻蔑天明，扰乱国政，赏及非义，刑及无辜，杀人取财，
亲人取位，诸将入服，伐阵排贤，宁孤逼寡，弃法受禄，以职为区，以区为职，入侵为众，见杀家戮，知过不改，知善不畏，自罪与他，庸色方术，善放圣贤，清灵道德，射飞逐走，发折旌旗，填穴覆巢，伤胎破卵，怨人有失，毁人成功，为人自安，见人自义，以恶易好，以私废公，窃人之能，避人之善，行人之丑，结人之私，好人获财，离人骨肉，亲人所爱，助人为卑，惩治作威，辱人求胜，败人苗稼，破人婚姻，继父而骄，继免无耻，任恩推过，嫁祸卖恶，沽买虚誉，包住险心，错人所长，护己所短，成威破邪，纵暴杀伤，无故减灾，非礼烹宰，散气无故，劳扰众生，减同减，破人之家，取人财宝，掘水放火，以害民居，紊乱规模，以败人功，损人器物，以穷人用，见他荣贵，怨他流贬，见他富有，怨他破散，见他色美，起心思之，负他破财，怨他生死，干求不遂，使生咒恨，见他失变，便说他过，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，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，埋骨厌人，用药杀术，贿赂师父，抵触父兄，强取强求，好侵好夺，掳掠致富，巧诈求迁，赏罚不平，逸乐过节，苛虐其下，恐吓于他，怨天尤人，喝风骂雨，斗和争讼，望逐朋党，用妻妾语，为父母婿，得心忘故，口是心非，贪冒于财，欺罔其上，造作恶语，谗毁平人，毁人称职，骂神称正，气顺孝逆，背亲相疏，指天地以正彼怀，引神明而见伪事，失与后归，假借不还，分外营求，力上施舍，淫欲过度，心毒冒辞，会时为人，左道过重，短尺狭度，轻称小身，以伪杂真，采取尖利，尖同尖，压梁未见，漫漠于人，贪婪无厌，咒诅求职，嗜酒悖乱，骨肉纷争，男不忠良，
女不柔顺，不合其事，不近其夫，美好金花，常行妒忌，无形于妻子，失礼于舅姑，轻慢先灵，违逆上命，作为无益，怀邪外心，自咒咒他，偏增偏爱，越紧越躁，跳石跳人，损子堕胎，行多隐僻，会蜡歌舞，硕旦好怒，对北替唾极逆，对躁隐勇极哭，又以躁火烧香，会柴作食，夜起裸露，八节行刑，唾流心，指红泥，折指三光，九世日月，春月寥烈，对北恶骂，无故杀龟打蛇，如是等罪，司命随其轻重，夺其计算，算尽则死，死有余则，乃殃及子孙。又诸横取人才者，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，见至死丧。若不死丧，则有水火盗贼，遗亡器物，疾病口舌诸事，以当妄取之职。又枉杀人者，是一刀兵而相杀也。取非义之财者，譬如漏釜救饥，漏釜毒水滴进肉前，鸩酒止渴，非不暂饱，此亦极之。夫心起于善，善虽未味，而积神以随之；或心起于恶，恶虽未味，而凶神以随之。其有曾行恶事，后自改悔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久久必获吉庆，所谓转祸为福也。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，一日有三善，三年天必降之福。凶人与恶事恶行恶，一日有三恶，三年天必降之祸，胡不免而行之？晚回家，家家回。文昌帝君增补应至文六千一百零二。帝君曰：吾一十七世，为世大夫身，未尝月明酷吏，吾我独立，救人之难，济人之急，悯人之孤，容人之过，广行阴志，上隔苍穹，人能如我存心，天必惜汝以福，悉同赐。于是训于人曰：习愚公至欲大兴驷马之门，斗士济人，高者武之之贵，就以中状元之选，埋蛇享宰相之荣，欲广福田，须平心地，行时时之方便，做种种之因功，利物利人，修善修福，正之待天行化，慈祥为国救民，存平等心，扩宽大量，忠主孝亲，
敬兄信友，和睦夫妇，教训子孙，无慢师长，吾无圣贤，吾有作规，或奉真朝斗，或拜佛念经，报答四恩，广行三教，谈道义而化奸顽，讲经历而小愚昧，既及如既何辙之余，就为如就一罗之雀，今孤恤寡，敬老怜贫，举善见贤，饶人则己，习衣食，周道路之恶寒，失棺椁，免尸骸之暴露，造陋则之人缘，心启蒙之易熟，人有做人，家父提携亲戚，遂积政绩临朋，斗秤需要公平，不可轻出重入，公仆呆之宽厚，其一则被苛求，公本作奴，应造经文，创修寺院，舍药材以诊疾苦，施茶水以解渴烦，莫夜灯以照人行，造河船以济人渡，或买物而傍身，或持斋而戒杀，举步常看虫蚁，禁火莫烧山林，勿登山而往禽鸟，勿临水而毒鱼虾，勿宰耕牛，勿弃自止，勿谋人之财产，勿妒人之技能，勿淫人之妻女，勿唆人之争讼，勿坏人之名节，勿破人之婚姻，勿因私仇使人兄弟不和，仇同仇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，勿以权势而辱善良，勿视富豪而欺穷困，依本分而致谦恭，守规矩而尊法度，和谐宗族，解释渊源，善人则亲近之，助德行于身心，恶人则远避之，度灾殃于眉睫，常须以恶扬善，不可口是心非，恒记有益之语，妄谈非礼之言，简爱道之荆棘，除当涂之瓦石，即本作真，修数百年崎岖之路，造千万人来往之桥，垂训以格人非，捐资以成人美，做事须循天埋，出言要顺人心，见先者于根强，慎独之于清章，助假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永无恶心加临，常有吉神拥护，心本作要，近报则在自己，远报则在儿孙，百福骈真，千祥云集，岂不从因至中得来者哉？家是卷帝君将因至文而增补之，亦名为丹桂集，先是奉于言子张晋，赐将完于潘公仲谋，其义教原本更为周匝，二公却尊圣训，贤获灵异，后之立善者，臣能遵循勿替，庶无父帝君谆谆告诫云耳。
因至义因德，至广因知诈欺邪现产，今因虽似助假顺时，则见摇于根；坐则见摇于墙，即常常怀念也。回家，家，家，回。观圣帝君绝世真经六千零一，无邪现我独弟。人生在世，贵敬忠孝，节义之事，方于人道无愧，可立身于天地之间。若不敬忠孝节义等事，身虽在世，其心已死，是谓偷身。凡人心即神，神即心，无愧心，无愧神。若是其心，便是其神。故君子三位四之，以慎其独。注甲，勿谓暗室可欺，屋漏可窥，一动一静，神明鉴察，十目十手，理所必至。况报应昭昭，不爽薄法，淫为诸恶首，孝为百行元。但有逆理，于心有愧者，勿为有利而行之。凡有合理，于心无愧者，勿为无利而不行。若父无教，请示无刀。家，敬天地，礼神明，奉祖先，孝双亲，守王法，重师尊，爱兄弟，信朋友，睦宗族，和乡邻，别夫妇，教子孙，实行方便，广积阴功，救难济急，恤孤怜贫，创修庙宇，应造经文，舍药施茶，戒杀放生，造桥修路，金挂拔困，众宿习福，排难解纷，捐资成美，垂训教人，冤仇解释，斗秤公平，资筹同筹资，清净有德，远避凶人，引恶扬善，利物救民，回心向道，改过自新，满腔仁慈，恶念不存，一切善事信心奉行，人虽不见，身已早闻。家福增寿，天子一孙，灾消病减，祸患不侵，人物贤明，吉星照临。若存恶心，不行善事，淫人妻女，破人婚姻，坏人名节，妒人技能，谋人财产，缩人争讼，损人利己，肥家润身，恨天怨地，骂雨喝风，谤圣毁贤，灭相欺神，宰杀牛犬，会逆自止，世事辱善，以富压贫，离人骨肉，奸人兄弟，不信正道，奸道邪淫，好上奢诈，不重勤俭，轻弃五谷，
不报有恩，慢心被己，大斗小乘，假立邪教，引诱愚人，托说升天，敛物行淫，明瞒暗骗，横言屈语，白日咒诅，被他谋害，不存天理，不顺人心，不信报应，引人作恶，不修骗善，行诸恶事，修同修，观此口舌，水火盗贼，恶毒瘟疫，身败产臣，杀生亡家，男盗女淫，尽报在身，远报子孙，神明鉴察，佛法不稳，善恶两途，祸福忧分，行善福报，作恶祸灵，我作私语，愿人奉行，言虽浅近，大义身心，细武无言，斩首分行，有能持诵，枭凶俱庆，求子的子，求寿的寿，富贵功名，皆能有成，凡有所期，如意而获，万祸雪消，千祥云集，诸如此福，为善可至，无本无私，为右善人，众善奉行，无待绝志。注甲，三位天命，大任，圣人之言，四之天，地，人，我，回，家，家，家，返回主网页。